在旧船之下，也那一面目的了。
怎能与君臣大义相比呢？要我进宫，我自有意思。你死了，万岁跟随姚人来人呐，与我绑了起来。弟弟，你与我绑绑绑。
的，俺又有所不知，你弟兄本来就替拉肚病，恐怕这回呀日暮。啊，夫人，这才先生演讲，相公病重，服药也是无用的了。这边如何是好啊？啊，夫人，老奴我倒有一计呀。当然请讲。相公之病原为秦小姐而起，君明小姐过得门来，与他拜堂成亲，岂不好吗？这是缺眉脚急，不能起来，我儿欲随成亲呐。古时有两女待嫁冲喜之时，夫人连选两女与公子拜堂，岂不好吗？我儿病成这个样子，有随嫁的女子愿意嫁给他，再说提亲定亲成亲，还是不早的日子，恐怕我儿等不得了。哎，可叹我上岸膝下没有女儿，我若有一个女儿，定连代价无疑的了。多谢你的一片好心，这是此计难以成功。此计玉小姐，此计怎样啊？